大家好，欢迎来到钱伟平频道。今天我们继续啊、呃，来《中国危机大逃亡》视频版的第五讲。第五讲的内容是中国危机路线图上演与楼市泡沫破灭，这个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房地产的话题是牵动了我们所有老百姓的利益啊、呃。这这一篇篇幅会比较长，有可能会啊、呃、分割成两个视频这样子啊、呃。需要购买这本书的啊、呃，观众朋友。 读者朋友继续可以通过啊、呃、邮件跟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发啊、呃、paper 直接在 paper 付款购买就好了，谢谢。中国危机路线图上演与楼市泡沫破灭，几乎每一个看个看过中国路危机路线图的人都会问我，中国危机路线图何时上演？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人类对于未来将要发生或者可要可能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不好的事情，总希望能够知道具体发生的时间。二零一七年，地震、飓风等自然灾害频发。墨西哥城在九月连续发生两次七级以上大地震，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惨重。美国德州八月底迎来了五百年一遇的哈维飓风，经济损失高达一千五百亿美元。 上百万人受灾，很多人的房子都泡在水中，瞬间失去一切。当然，也有近百人失去生命。佛罗里达州九月初遭受艾尔玛飓风袭击，美丽的迈阿密一片汪洋，最终损失也是超过千亿美金。在政府的强力要求下，佛罗里达上演了数百万人的紧急迁徙大逃亡。 离开佛罗里达的所有的高速公路全部塞满了汽车，很多人对美国这次这两这次两大飓风袭击并没有足够重视，特别是远离北美大陆的中国人。任何危机或灾害的突然到来都会冲击到人们的生活秩序，最重要的是生命财产安全。 二零一一年，基地组织对美国发动了“九幺幺”恐怖袭击，飞机撞击纽约世贸大厦双子塔，疯狂的行为造成了数千美国人的直接死亡。这是美国本土除二战期间珍珠港珍珠港被日本偷袭之外的唯一一次重大袭击事件，伤痛至今难忘，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也影响了美国的移民、外交和国防政策。 二零一七年的两场飓风对美国的冲击不亚于另外一场一次九幺幺。美国科技发国发达，国力强盛，面对各种灾害的应急处理及救援能力应该是全球领先。难以想象，如果是中国深圳或者青岛遭遇到这种史无前例的飓风袭击，会是怎样一种天灾？或许是对灾难的天然敏感。 我在灾后第一时间与美国德州休斯敦重灾区取得了联系，当地受灾居民损失巨大，有很多人几乎是一夜之间失去所有财产，但基本上都能够积极面对，群策群力投入救灾。洪水退去之后，首先要将被水浸泡的家具清理出去，最重要的是拆墙的工作。美国的房子大多是木头制造，如果不及时把墙面拆除， 把木头吹干，会滋生霉菌，房子基本上会报废了，损失会更大。当然，也有一些泡水的房子，经过评估，完全失去了抢修的价值，只能推倒重盖。美国的保险制度算是比较完善，休斯敦几乎每年都会遭受大大小小的飓风侵袭，当地人习以为常。容易遭受水灾的家庭，一般都会花费几百美元购买洪灾险。 遭受灾害，保险公司会全额理赔。但这一次哈维飓风实在太厉害了，很多平时根本不会被水淹的房子都被泡在水中，损失巨大，从数万美元到数十万美元不等。很多华人家庭也在受灾之列，有的没有购买洪灾险，所有财产损失只能自己默默承担，非常痛苦。灾后重建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很多华人辛苦在美国打拼多年，却痛失家园，变得一无所有。幸好大家都能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生命损失已经降到最低程度。看看这一次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遭受飓风的状况，像不像一次美国版的危机大逃亡？有人能够预测美国危机大逃亡的时间吗？即使是自然灾害，美国科技高度发达，可以提供预警，也不能准确预报。 所有信息，佛州居民很多人在抱怨气象预报部门。幸好美国各级政府非常重视，迅速启动各级应各种应急预案。除经济损失接近三千亿美元的天文数字，人员死亡不到两百人，这可能是大灾难灾大灾难之下人类能做到的最好的结果。美国好莱坞电影经常有灾难片上演，现实生活中的灾难恐怖啊！ 恐怕更严重，我们完全不敢想象中国面对这种自然灾害的承受能力。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光死亡人数就是几万、几十万，受伤更是不计其数。对于中国危机路线图，我曾做过预测，最糟糕的情况可能会引起上千万人死伤。有些人认为我是危言耸听，坦白说，我真的不希望中国发生这种灾难。 希望我的预测全是错的，但我们无法控制自然环境的变化都有自己的规律，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也有自己的规律，我们无法阻止地震和飓风，也无法阻止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按照中国危机的时间、累积长度来看，中国危机路线图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和上演，可能一觉醒来世界已经改变，也可能一两年后爆发。 但最长应该很难维持超过五年。普通民众唯一能够做的是在危机上演之前，尽可能的做更多的积极的准备。休斯顿飓风过后，很多受灾公众都非常后悔当初没有购买洪灾保险。大家都有侥幸心理，觉得超级飓风的可能性不大，觉得自己房子被淹的可能性不大。当人们真正面对灾难的那一刻， 才发现自己是如此的渺小和无能为力。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路高歌猛进，特别是加入世贸后，中国释放了巨大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中国人的经济收入和经济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出现了很多中产阶级和高收入阶层，在他们的人生字典里，几乎从没有想过中国危机。 似乎认为中国持续的高速增长、享受经济奇迹理所当然，完全没有应对各种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的思想准备。中国有句古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浑浑噩噩,噩、稀里糊涂的那些人，中国危机路线图上演并不亚于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和大飓风。人类面对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状况，发明了保险制度，这是一种互助的机制。 让困境中的人能够不至于遭受灭顶之灾和更大损失。美国的洪灾险是一个案例，世界各国的汽车保险制度更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交通事故的概率，特别是人毁车亡的重大交通事故，毕竟是极少数，但这种生命财产损失特别巨大，以至于我们都难以承受。人们之所以购买汽车保险，不是希望自己遇到车祸，而是在万一不幸遭受车祸时。 特别是严重车祸的时候，尽可能的有办法帮助自己和家人渡过难关。发生车祸，特别是严重车祸的概率小于百分之五，但人们知道购买交强险等汽车保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而，眼下人们对中国经济下行硬着陆、爆发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经济萧条、社会危机、政治危机。 难民危机等一系列中国危机，却存在严重的侥幸的心理，认为这些事不太可能发生。中国政府的控制力如此之强，不允许危机发生。世界上很多事情都难以想象。如果中国危机路线图明天上演，你怎么办？如果中国危机路线图两年后上演，你又会怎么办？当我们知道一件事肯定会发生的时候， 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提前做好准备。我无法准确预测中国危机路线图何时上演，但我知道中国经济绝对不会永远上涨，有涨有跌，起起伏伏，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状况。一阴一阳谓之道也。世间万物有阴有阳，有男有女，有高潮有低谷，有涨有落，有始有终。没有一个国家可能永远存在，没有一个人可能永远活着。 但是，也不可能有一个同样也不可能有一个经济体永远增长。中国经济出现下行和硬着陆，这是非常正常的经济规律，甚至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直接关联。希望公众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不要产生错觉，认为中国政府的强大可能控制一切、改变一切。在自然界和历史面前。 掌控空前社会资源的中国政府，和我们每一个个体一样的渺小。人类几乎不可能阻止危机的上演。自然界的灾害危机，大都是来源于我们人类活动本身破坏生态平衡。经济界的危机也来源于我们人类本身。二零零八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来临之前，有谁能够相信和想象？现在看来，美国楼市当时简直太疯狂了。 美国人和美国的银行也都失去完全失去理智。那我们看看中国房地产的现状，大家疯狂抢楼的情景，楼市疯狂上涨的情景，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呢？中国的房价会一直涨吗？中国的经济会一直上涨吗？日本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提示和答案。二零一七年八月，我在日本东京考察一个星期，当地朋友给我讲述了很多往事。 其中之一就是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空前疯狂，最后破灭崩溃，之后遭遇到失落了二十年，直到今日，东京的房地产价格依然远远不及泡沫顶峰的高度。1955年到1991年期间，日本东京等六大主要城市的住宅用地价格上涨了二十二两百一十一倍。日本经济快速发展。 GDP 和人口快速增长导致房地产疯涨，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加上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日元超发，资金疯狂涌入房地产。日本的昨天和中国的今天非常相似，所有的泡沫最终都难逃破灭的命运。房价暴跌让很多人成为负资产，这种感觉非常痛苦。 有人无法承受这种痛苦，跳楼自杀。幸亏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经济基础比较好，并没有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和冲击。日本经济危机硬着陆让日本人很痛苦，但并没有造成大面积的致命性的影响，没有上演日本危机大逃亡。 日本地少人多，很容易炒作房地产紧缺的概念。越是大城市，泡沫也越大，受到的冲击越大。我走在东京的大街小巷，还有城市及郊区。东京虽然人口高达一千三百多万，人口密度也差不多是世界最高，但是高层建筑并不多，比上海少了太多。可能主要是因为日本在地震带之上，日本的建筑非常密集和拥挤。 按道理说，土地供应会非常，应该更加紧张，价格应该会更高。但今日上海的房价早已经超过东京。中国房价的泡沫到底有多大，只有上帝知道。只有到楼市泡沫破灭那一天，我们普通公众才知道。在泡沫没有破灭之前，谈泡沫，总有人以为是杞人忧天，根本不相信。 在危机来临之前谈危机，总有人觉得不可能，甚至以为你不怀心怀恶意，耽误他们赚钱发财。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会破，日本的房地产泡沫也会破，香港的房地产泡沫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会破吗？何时破？中国危机路线图上演之时，就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刻。或许也可以说。 中国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时候，中国危机路线图就会全面爆发。中国房地产，我想多说几句。中国房地产故事有着不同于美国和日本的版本。居住的房子是世界各国普通老百姓最大、最重要的一笔财富。休斯敦的受灾居民如果没有购买特别洪灾险，的确就会变得一无所有。据称。 这一比例在某些受灾地区高达百分之二十。中国房地产的产权很有意思，仅有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年限仅有七十年，商业地产使用年限四十到五十年不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政历史仅仅六十八年，因为对历史建筑的破坏，中国大地上超过七十年历史寿命的建筑并不多。 按照中国的建筑质量和拆迁发展速度，新建房地产的实际使用寿命可能不到七十年。美国的土地产权是私有永久产权，政府无权干涉，法律明确保证私人财产，这是美国乃至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立国之基石。中国楼市开发商拿地，首先要向地方政府支付巨额土地出让金，这就是地方政府的卖地的收入。 最终都是由购房者买单支付，在楼市买卖的过程中，开发商和银行都赚取了一笔非常可观的利润，购房者还需要支付不菲的过户办证房税费，一套房子下来，基本上耗尽了辛辛苦苦一辈子吃省吃俭用的血汗钱，还要搭上未来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按揭贷款。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最终由政府和利益集团通过房地产的方式。 成功的实现了全世界最高的税收之外的近乎完美的财富第二次掠夺。在楼市面前，公众有一种买涨不买跌的心理。为了各级政府的利益，为了更好的血洗公众财富，在黑暗之手的操纵下，包括各种调控在内，都是为了权贵集团的利益。只要房子继续上涨，这个贪婪的游戏就不会停止。 中国危机路线图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是债务危机，与房地产关系密切。中国房地产开发企开发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之高几乎是罕见的，超过百分之九十的运营资金全部来自于银行体系。地方政府的高负债，大跃进搞城市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向银行大量贷款，高负债。 最重要的抵押物，除了政府信用，就是政府的土地储备。当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时候，高负债的开发商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就会引爆，因为总体债务规模庞大，而且持续增长。到二零一七年底，仅中国各级政府加上其控制的国有企业真实债务可能会高达两百万亿人民币，开发商和购房者的债务规模也有数十万亿。 大量开发商会破产，很多个人购房者也会破产，变得一无所有。楼市持续上涨容易让人变得亢奋和疯狂，特别是经济不景气、各行各业都很难做的时候，资金都在寻找去处。股市被割了多轮韭菜之后，元气大伤。迷信赌市、笃定赚钱的人很少，但最近十几年投资楼市的人基本上都赚得盆满钵满，做实业的人反而苦不堪言。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们仿佛看到救命稻草一样疯狂地涌入楼市。这一点，相信每个生活在中国的人都有切身体会，甚至都有自己的一套投资的逻辑。在楼市，我也可以算是获利颇丰。自2005年在上海购买第一套房开始，我累计在中国大陆购买了九套房产，有自住，有投资。迄今为止，已经出手了五套，剩下四套准备长期持有。 我不是职业房产投资人，但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在不同城市出差，不喜欢老是住酒店，住酒店，所以就想到买房子。还有一个原因，年轻的时候花钱没有节制，大手大脚，不买房的话，可能钱也被我花掉了。幸好当时投资的生意不错，有不错的现金流。按照最终结果来看，实业投资的回报率竟然远远低于房地产，令人啼笑皆非。楼市上涨的理由很多。 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市场上钱太多了，楼市下跌的理由也很多，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市场上没钱了。对中国楼市预测的专家学者非常多，大多被打脸不敢说话了，特别是告诫房价过高可能会下跌，劝人不要买房的人。我从来没有劝人不要买房，但是我经常提醒朋友不要贪心，懂得适时收手，见好就收。 贪婪和恐惧，这是人性。楼市上涨的时候，人们都希望追涨，可以分一杯羹；楼市下跌的时候，人们都害怕继续下跌，避而避之不及。二零零八年，因为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市场上一变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当时主政的温家宝政府也担心生变，急匆匆地推出四万亿救市政策，各地方政府也纷纷配套政策。 这是老百姓印象之中比较深刻的一次大放水，啊，这一讲的上半部分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接接着再见。因为一个视频超过二十分钟，我们上传的时候速度会很慢，这样子，谢谢大家多理解包含。啊，欢迎大家继续踊跃订阅我们钱文平频道，谢谢。